我哋今日咧嚟到美國領事館咧，係要抗議美國嘅無恥政客，假借去建立呢一個人權法嚟到去干預我哋中國嘅內政，同埋干涉我哋香港嘅事務，亦都係嚴重踐踏國際法。我哋香港嘅自由喺世界上係排第3，美國係排13，我哋比佢高10個點，所以佢係冇資格去評論我哋香港嘅自由嘅。香港其實在一國兩制底下有高度的言論自由，亦都有我們的民主人權，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的香港市民看清楚，美國人是不會這麼好死去幫你，他只會搞亂你。美國黨護事實，顛倒黑白是非，顛倒黑白是非。香港的內務應該香港人自己去解決，應該是我們屬於我們中國的內務的，美國是沒有權利去干涉。我希望呢香港人呢個個都可以團結一致，去努力去解決啲紛爭。最緊要呢就是希望香港呢可以回到6月份之前一個和平的和諧的社會。